来看一下这个聚会哈，这个花聚会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，这是公的。这种颜色的黑白花还是？这是黑白花还是灰白花？啊？灰白花。灰白色，灰白花。这是啥价的呀、啊？这个？对呀、啊，1600。1600，灰白花还不贵嘞，这个货。还能少呗？这个？啊？少不多。少不多。这几个月了，两个月，两个多月。这底下的呢？底下灰色的，底下的多少钱？2000，1000，那还不贵嘞哈，你看了吧？我拿出来看看了哈。哥、哦、咬我了呗这。你看，我没拽他，还咬我了，你看。他这个警惕性怪厉害的。过来、啊。你看，你看这，你看长了个嘴要咬我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你，我问了你1000为啥没卖出去？咬人谁敢买啊？咬到了大针得花2000多，这个最少多少钱，大哥？这个，啊？你都说最少多少钱行不？合适我都要了。你看800能拿不？少不拿去。少不拿去，少不拿去，到底是少拿不去、啊？给你1700，你愿意哥？啊，给你点心，你得愿意。我不收啊！回来，俺媳妇说的，只要上卖1600。你媳妇说的，你老婆说只要卖1600，这个不能看这个。1600，一年媳妇不是。这个真的不错啊，他不愿意烧钱，咱都没人那啥了。这个八个不能。为了不让你挨揍，我不给你讲价了。来看这八个不能，这八个你来吧。哎呦，你，老板不在，我知道是你的，你这狗腿贵了，一个都1500，人家咋拿呀？东西好。你光说东西好，哎，确实他家的狗，咱上次发了一个云南德宏卖着，那个狗1500卖的那个，啥事没有，也跟那个农大样。哎，上次就他还没卖掉嘞，这里有一个还黑点的那个，上次那个大哥都嫌那个头上面有一点黑点，他没有。换了一个比他稍微小一点的，都发出去啥事没有，发云南德宏4天，啥事没有。你拿出来看看行吗？他是真正的打过疫苗的，还在丰县住的了吧？我们这边都是苏北丰沛县啊，他还是丰县的啊，隔壁县城的。你看这个大哥家养的这个狗得有几个月了？现在3个多月了，三个多月了哈，快4个月了。就这一点点瑕疵。现在这个多少钱？这一袋虾刺？啊啊，虾刺稍微便宜点。能便宜多少呀？便宜100块钱呗。你说1300-1400啊？1300有点高，就这一个碟，你看现在一直没人要，看了吗？人家叫给染了，我都没给他染。你染不过来，你要有这个技术，能把这个染成这种颜色，那得钱了。找人家专业的，找专业的啊。行，最少多少钱？大哥，你说一句吧。你说一句吧。你说别看了，1200吧。1200，这个小的呢？那个小的比它还贵嘞。小的比它还贵嘞。这小的比它还贵嘞哈。那行，咱就不看了。这拉巴多便宜不？啊？300还是600？六啥？3600，360，到底多少钱？你对不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股，360一个，360一条吧，到底多些？6张了，你抻个3只是？是我看错了呗，眼花了？这来了，打疫苗了吗？打了。360是吧？我忽悠不到他。600是吧？600，这来了600，这一我省了几条？剩9条，卖了2条，才卖了2条，你还有7条嘞？多少钱卖的那几个？啊？5张8。你那净我也听不懂嘞，580卖的哈，580。啊，剩这几个拉了，打几针疫苗嘞？打1针疫苗哈，这养殖户家的狗哈，580，我估计你说这个也能拿，500也能拿不？能拿，这个也能拿不？400能拿不？也笑了，400能拿呗？
啊？什么东西？给我优惠，这些能拿不？能拿，这些能拿呗？也能拿。哎呦，我娘嘞，我服了。我这出价都卖给我。这些能拿呗？一百，还光给我开玩笑了哈。反正基本上都是500左右哈，500左右差不多能拿。啊，来关注一下啊，来看这边，这边还有科技嘞哈，这科技不孬。他家的科技贵的，得过1000。是呗？你家科技多少钱？啊？科技多少钱？这个好嘞。这1400啊，过1000吗？这还是科技串，科技跟这是。啊，正宗的卡迪根，你抱起来看看。他说正宗的卡迪根。我都不认识，我没见过。是我学识太浅了。这叫卡迪根吗？是吧？对。卡迪根科技啊，就这种颜色，跟个可咋跟蝙蝠串呀？有这个颜色的，有虎斑的，耳朵站起来都觉得好看。哦，还有虎斑的，我见过虎斑的，我见过陨石的科技。哦，陨石的。这个得多少钱张嘞？咋的？啊。两价格，都是1400。都是1400，别都1400。对。他家柴犬不孬啊，柴犬不错啊。今天有一个能捡漏的一个好狗，我上这边来带你看看啊。这边有。这边柴犬啊，狼青、黑狼、斯宾格，其实这个够好。这个边牧三通大尾部啊，咖啡色的。老板，这个最低啥价？这个1500。1500，咱说实话，1200都能拿。你看三通大尾部，看看了不？这个咖啡色的，是个公的。这个螺纹大，我看看。你看这个，这个多漂亮！这个螺纹蛋呢？这个螺纹蛋有没了？毛有点咋了？毛有点长钱。螺纹蛋哪有那么长的毛？哎，这个连带好好看啊！这有点长毛。多少钱？这个没了？3600。2600啊，2600啊！毛有点长了，你看了不？就这里给捡了哈。咱今天就到这里吧哈。来关注一下这个，反正1200能拿。那天我老板跟我说的1200，然后这养了都有10来天了，他要1500，估计1200还能拿哈。那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哈，这边还有科技哈，关注一下哈。